这种冰冻草莓捏捏乐吗？捏起来真的太神奇了。竟然还有这种冰冻草莓捏捏乐什么呀？要不然我也买回来试试。哥哥，咱们去小卖部看看。竟然就要18块钱，这里面说不定就能找到水晶上的草莓。行，让我来看看里面都是啥。全是冰块，我咋就没发现其他东西啊？原来这冰块草莓里面加了六冰，硬切切的。哇，里面的红豆都止不住的往外喷发呢。喂，里面是个草莓吗？怎么是只小熊啊？哇，这个小熊颜值是，我再来找一找吧。剪开你的小屁股，吃不了的小草莓。我都没找着啊，你可别再浪费草莓了，还是来看我的吧。你们说，看来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呀。再来舔个小口，这个小肚子也好可爱啊。你们说太阳花都是亲弟啊。这首歌都不是很恐怖啊。
了。我的项目并不是给你，这份任务是我能不能吃这种奇怪的私生。黄色系的小姐，名字是孤寒。
吹泡泡，隔壁邻居家小孩都玩疯了。不要大爆爆，你看这吴小雨做实验的时候，只伸出了这么点大的。小小开学了，我们准备了超多的材料，给大家来一个沉浸式不用大小的，它们能跟它连在一起啊，还能捏紧啊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吹喽。现在云朵的吹台啊，好的嘛，我们再来吹点其他颜色的吧。全部吃掉，根本吃不够啊。
金币却在瑟瑟发抖啊。妈呀，小卖部这是怎么？爆炸牌上也有，小黑板也沦陷了啊，牢牢爬在上面，感觉要攻击小卖部老板啊。老板你没事吧？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些蜘蛛人全让我来想想怎么办。就在紧急的网上搜了一下，不知道还有我上次能创造的秘密英雄啊，只要百赞马上就走，我先把这些年龄层全部给走出来，一起快点一波呀。现在我来给他加热，小波开火，感觉是了吧，怎么变成黑色的了？哎呀妈呀，这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练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发了，多薄了，用小刀沿着边上一点一点把它给划了开，终于起初了，可惜这不是一个球形啊，而是变成了火。老你终于来了，他们都爬到我的手上了，别慌，看我彻底干净了，一只蜘蛛人都没有了。耶、啊，我有答应给你盲盒吗？不是吧老板，你自我证明，你明明说过要送我盲盒的。我不信、谢谢我们，快帮我解、你看这都是我，怪你厉害，你拿吧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我要两个。老板你松手啊，松手啊，拿来吧。你那你拆掉所有事，不给你点灯干净。